带你们看看在网红公司受到区别对待是什么感受。十五，疯了吧？大师到六点把我们薅掉，我们再做五群戏。浩哥也是为了双十一做准备，你不要那么牢骚。哎，粉丝宝宝们，你们没有见过这样的网红公司，来，接着，起来，哎，这样给陈思表演。哎，知道不知道你有多积极？栗子一拍视频就来蹭，烦不烦？对不起，栗子姐姐，我看到你工作了，对不起。不好好训练，你围在这干嘛呢？浩哥，我没有办法那个节目，我不知道为什么他要带着大家来拍剧了。你能拍，别人就不能拍了是吧？栗子，你自私自利过头了吧？啊，那个小安、星星，你们俩来给 CA 搭戏，其他人回去工作。栗子想不想出去散散心？这是什么？我是广告区女主，就想约着你来搭，正好你可以换到外景去拍美妆，省得那 CC 在公司天天膈应。谁膈应谁啊？哎，女主哎，我可以。那必须啊，这可是为你量身定做的。什么量身定做？哎，女主附送首饰绿茶，十分钟的，这次我可以，让我来吧。女主你就别想了，不过那绿茶你倒是可以演一下。浩哥，那个许晨哥刚刚说想约我让他去当女主来着，那个我想您锻炼答应了，明天可以吗？不是，我明明让栗子当女主的。栗子，你可别误会啊，我当女主一直是想着洗白一下，在你视频里面恶意呈现我坏人形象嘛。我当女二也可以，不过就是对于公司洗白、就是。行了 ，Cici 说的也有道理。栗子，你的粉丝老是骂 Cici， 对 Cici 和公司良性发展都不好。再说不有两个角色了，有什么好抢的？就 Cici 女主，栗子女二。哎，可是。谢浩哥，哎，没事没事。王哥哥，那我们去拍戏吧，老板给我吧。啊。好，张导，我马上过来。哥，再见，过来找你啊。栗子姐姐，你干嘛化妆呀？你今天的配角是来衬托我的，我们还是把妆卸了吧。啊，哎，你干嘛？干嘛？干嘛？大惊小怪。没事没事，别放心上，来吧，用这个植村秀琥珀养肤洁油，干手干脸挤上四泵，上脸揉搓打圈就能以油揉油了。这个小分子比例的油分子可以轻松溶解你脸上老化的角质和黑头白头，我自己也一直在用。我真是烦死了，妈的，我好大女主脚本，浩哥竟然让台 Cici 来演。对了，好干净，而且很滋润。看出来它这是很超奢华的养肤成分，人工采摘的山茶花籽油更是金贵，还有八大养肤精粹，皮肤越用越好。嗯，好干净，好美啊，妈妈都等你啊。你能帮我停了吗？一来帮我拿一下，好嘞，谢谢。拦住栗子，这动作结束了，走，走，来，来，来，谢谢。啊！干嘛？啊！对不起，啊！对不起，栗子姐姐。刚刚那个绿茶颜太像了，我开出戏一不小心就……你少装，看你是故意的。我没有，公司场还不够是吧？在外面丢什么人呢？胖哥，那个我刚刚不想推栗子一把，我真没想到他不能接受真颜。栗子，你能不能有点专业素养？就你矫情，咱们剧情里没有这段啊。那我加这也是为了效果嘛。张导，拍摄就该尽职尽责，这点委屈都受不了，他栗子就别当网红了。按 C 说的来。可是没有可是，这是现在最好的解决办法。浩哥，我有更好解决办法，就是让栗子当女主。